我很推荐一些家里有小孩的朋友啊，给这个娃娃买一个蘑菇包，你只需要在这儿画个小口子，每天呢给它喷喷水，用不了几天呢，它就可以长出一大丛的蘑菇来，种植体验感非常非常的强。和大家分享一下我女儿整个种蘑菇的经历。妈妈妈妈，你看蘑菇长出来了，嘟嘟这也长出来一大块，我这长出来了一些，嘟嘟这也是长出了一大块啊。嘟嘟这个蘑菇很大，你看这么一大块儿，我这个蘑菇这么小，嘻嘻嘻，啦啦啦啦啦啦。妈妈，蘑菇这么小，你说怎么吃？妈妈妈妈，你看我的蘑菇长这么大了，嘟嘟的也长开了，你看，是吧？那你看我这个最大了，然后这边这个也可以，但是所有的都好看。宝宝这么开心，赶紧也给他买一个吧。